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护士长住院了。啊，太好了！真的，他自己想通了。护士长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？谁能强迫他？那下一步就可以接受治疗手术了吧？对。太好了，护士长终于接受治疗了。小迪，哎，你来一趟，护士长有工作要交代给你。好。这么长时间终于接受治疗了，天哪，这个心放回肚子里了。让手术室再等一会。对对对，让专家们等一会。你们好好商量一下，我也先走了啊。护士长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也先走了。小丁，你把刘小莲叫来。要是工作上的事儿，你也可以交代给我。去叫她来。去吧。我累了，你去忙吧。你说护士长为啥叫小莲不去？说不定是让他当护士长。让他当护士长，那丁导干嘛去啊？一正一副呗，咱科以前就有过，你不知道？你可真敢想啊！等小莲回来问问就知道了。我倒挺希望小莲当护士长的，她人缘又好，对患者又有耐心，我越想越合适。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？丁哥啊，还真说不准。护士长，您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能闯过这一关的。你们两个好日子还长着呢，你们两个要白头到老的。我知道，您就是太爱周院长，太放心不下他了，所以您才会失去了判断。你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治疗手段。好了，别再坚持了。手术吧，北京的专家都等着呢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听你们的。手术吧。